受到传统淡季的影响，英业达十月份的营收449亿元，月减5.4%。展望第四季，市场认为英业达11月份营收应该会跟十月份持平，但是12月份的营收成长幅度恐怕不会太大，预估单季营收可能会季减5%到10%左右。